信心就是要回应神的呼召。读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至十九节。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是没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阿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当神呼召阿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吾尔，到到他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阿伯拉罕已经六十岁。使徒行传七章记载使提反在讲道当中指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使徒行传七章二节，这个何等荣耀的时刻。对于神的呼召，阿伯拉罕作出了勇敢的回应，踏出了信心的一步，结果使到他成为一位信心伟人。按照人的习惯和惰性来选择，人总是喜欢安居乐业，一动不如一静。不过神他是呼召阿伯拉罕离开熟悉的家乡，跟随他的指示去到某个地方。正如我们先前讲过，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然后按照神的吩咐而行。阿伯拉罕就是这样踏出了信心的一步。当他凭着信心踏上旅程，路途当中他遇上不少的困难和考验。他抵达迦南的时候，才发现那里已经住满了居民。创世纪十二章六节，阿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还发生大饥荒。阿伯拉罕当初若果以为他跟着神的带领来到迦南之后就可以轻松过活，这样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错的。神带领他来到这个地方，不单止已经有原住民，而且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应他的家人。神应许赐给阿伯拉罕一个儿子，但是以他当时的年纪似乎是没有可能的，他的妻子亦都年纪老迈。不过神最终成就他的应许，使他夫妇两人在老年得子。但后来神却是要阿伯拉罕将儿子以撒当作燔祭奉献给他，阿伯拉罕仍然毫不质疑地服从神。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将阿伯拉罕当时的心情描写得很贴切，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对你来说，今天有没有一个处境、一个难题或者一个需要是你觉得没有出路的呢？只要你将信心放在昔日阿伯拉罕所相信的同一位神身上面，神就会为你开一条出路。信心乃是相信神的话语，而且遵照而行。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愿意立志信靠你，求你赐我信心，将我的一切交在你的手里面。